早上好，来了，我们来了，有一点紧张。对，今天我们来这里，我们给他们开开心心的一点吧。让他们放松一点就 OK。对，真的，这是今天我们的工作吧？真的。有一个人，我以前其他的节目的时候合作过的那个一个女孩，她是很喜欢开玩笑的人，很开心的人，好像 Into One 里面的林檬，懂吗？一个团或者节目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人是很帮助我们的，对吧？喜欢开玩笑的，开心的。对，我们都爱舞蹈是同一个东西吧，所以我们的交流是很快吧，应该是。飞当校园，Into One 来了，今天是 Into One 的代表。开始了。帅，很专业的样子。有地板动作，音乐的声音很好，那个快的、慢的那种。五四吗？五四是吗？五四啊，喊那种街舞的比赛的感觉，对吧？哇哇哇！他们是比较擅长那种街舞的感觉的吧？啊，那挺厉害哦。很喜欢这样的作品的，和街舞的那种动作和入户的感觉。这个怎么说？猫起来的那个。鸡皮疙瘩。鸡皮疙瘩。来了。好看，好看，好看。这样开始吗？什么？豆腐吗？豆腐吗？什么？solo的部分很重要哦。对啊，慢的四个五，他的控制力量很厉害。nice！ 哇哇哇哇，这个我喜欢哦。但其实我想知道那个歌词的意思。功夫是听懂了，但是中间有豆腐也有对吧？牛，哇呀！对啊 ，B-boy 的那种作品是很好看呀，当然那种很厉害很难的动作很多，但是特别的累，而且这样的主题用开心的那种的话更累的 ，breaking 真的很累的。这个行呢，真的厉害。那个这个动作就只有这个动作只有一个人做到也会累的啊！喂，点击啊！我学过了，这个很难哦，真的。这个后面的人特别累，后面的人是一直这样，来，很吊，真的很难，很累的。我们 Into One 的舞台有一次是狮子的老师和一起的，哇，这个我很喜欢。那个呢，里面有这样的那个线，一个线这样，然后这样，很累，真的。所以跳舞这个我是要。而且我告诉你，这个带这个的时候完全看不见。对，是这样子的，所以只有看自己的注意的这个部分。后面的人是这个前面的人的腰带，拿这样一起走的，然后前面的人是这样，后面的人是这样，然后这样走。我已经累了。好 ，OK。雪山，我的老师吗？很严格的老师啊，老师应该是。又来了 GP 的那个猫起来的那个，看 Roger 是吗？哇，这个作品的主题我最喜欢，
他们的作品的主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对，他们做的作品，他们想说什么也很感动的，对，这个他们的舞台是没有台词，没有说话，通过他们的舞台之后我知道他们想说什么，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之前知道的是这个节目是少团舞团的那种，所以不是那么专业的舞团，但是我看了他们的表演，第一功第二功第三功的那个舞台很专业，他们动作呀什么的也很干净的，舞蹈的能力也很高，他们的动作也很漂亮，看点也很好，队形呀什么的也很已经很好的，对，好看，哇，很期待今天和他们见面。对，现在看视频了，所以我想看，快点见面吧。那 Let's go， OK， Let's go。哇，你们是上海的对吧？侬好，上优不机。哇，牛，是不是牛？牛吧。好吧，标准吧。标准。哎。好。哎。Hi again。孙子。好久不见。Oh, happy to see you. Hey. It's crazy.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m. You okay? Okay. Yes. I know you're an incredible dancer. House dancer. And. I like me, and the other dancers, would like to dance with you if it's possible.Okay. Yes. How? Hey, let's go, Lucy. Hey. Oh my God. Hey, let's go, Lucy. Let's go. Yeah. Nice.哎呀！请同学们前往小剧场集合。结束了对吧，现在准备第四功，压力也越来越多，好，但是今天我们来了，所以我们一起开心的一点好吗？好，然后我听说你们已经准备了那个大招，那我们可以看看吗？介绍自己吧。先做简单的吧。好，想学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学。2 3 4 5 6 7 8，这里，哪里？这个。这样。花指，然后小五花，抡指。小五花，这样。对。然后呢，我们准备了一点点的那种上课的版主，先立稳吗？来吧。什么？来吧。他准备了那个编舞的，所以他你们想学习的话可以来。是要控制那个头的位置，对吧？可以放着吗？一半，这边吧。你们三个，一二三，对，加油！Let's go！ 我们想知道现在有什么问题啊，或者现在有比如有压力，有问的那个同事的人吗？好，就是
有压力的时候，除了舞蹈解决压力的话，就是还能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压力？我的话，看电影，喊哭哭哭也会放松的，而且他们的故事里面有什么样的那种表情，这样的东西也学习舞蹈的一部分，学习舞蹈的一部分，就很放松。然后你们现在就要面对很多的摄像机，然后我成为艺人之前，还有，对，真的这个很难。一公和二公的舞台，哇，然后有懂，可以说可以说，但是上一下。能签你们？对，你们的。那个我是以前我们有一个印度啊，里面有点睛这个歌是我和其他的两个人一起学习那个虚斗虚子的，很难，真的很难，我也学过了。对，那里面的这个作品看起来很好吧？嗯，严哥的那个，嗯啊，你呀、啊，我对，啊，对对对，对，需要更感觉到团的那种团魂是更主要，嗯，团魂很重要，嗯，好，下一个的里面的舞台是第四，对，第四宫的时候，印度王又来了。今天是我们两个一起来的，第四关的时候大家一起来，有一个，对了，有一个我们的新歌，我们也没有编舞的歌，对，然后哇，我希望你们想一下什么样的互动动作，我们想看的是青春的感觉，舞伴黄昏入深啊那种的感觉，好吗 ？OK， 好，先听一听吧，给我音乐 ，Let's go。来啦，这个部分这样喊呀的感觉，对吧？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想看你们的哇的样子，懂吗？啊，对对对对，好 ，OK， 决定一个，然后其他的字的好看的地方，哔哔哔一下 ，mix 一下，主题是开心、青春、放松，就 OK， 十五分钟，可以吗？好，那里面十五分钟，想一想。天仙座要飞，这个歌的 hook 的部分的他们的变舞，我很期待他们的特色的地方，比如新的动作、新的队形，我很期待有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啊啊啊！哎 ，OK， 准备好了吗？好，接下来 ，OK， 来了，和音乐，可以吗？来吧。青春的感觉啊，而且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动作，看那种心，那种啊，这样。哦，为什么怎么知道你们？啊啊，下一个啊，你们。大龙，大龙，嘉宾，有嘉宾的。嘉宾好，我是嘉宾，来。有嘉宾的，梦幻联动。哇哦。我们表演的时候你们表吗？也可以也可以。好，下一个。里面的那种 break 的那种我喜欢的，里面的那个鸡蛋也喜欢。
啊，对对对对对，来，你们来来来，基本功是弹面的标准，然后 mix 一下，好吗？将风举把，把风连下，那红尘的一江烟花，把日摘下。Nice nice。来来来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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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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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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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还有，还有 into one 的那个人，最后，那那那那开始，这个这个棒吧 ，one， 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看一看，期待期待，结婚音乐 ，go， 哎哎哎哎哎。有一点感动，他们那么认真做 hook 的地方，虽然他们不一样的舞团分散自己的舞团的特色，但是大家一起学习，最后是融合的，最后他们是 two one， 对我来说很感动，很感谢他们，期待他们接下来有热血的青春的感觉的舞台，大家一起努力哦，一